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这帮就稀稀拉拉的掌声哈，感谢各位。今天来说是总决赛的争一个冠军，对啊，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心中的冠军是谁啊？哦，哎，你先预测预测。啊，您让我预测预测这个咱们这季冠军是谁？对，这几个人当中，这还预测什么呀？您看我选择今天这搭档，那是谁呀？不就是您吗？那意思是我，哎，冠军就是您。不是啊，不是，你这是妈，你要死是怎么着？你要不什么模样这？不是，那你说你选我，凭什么你选我呀？还凭什么？我跟你说，第六感，第六感，对。哎我天，第六感，哎，你第六感准吗？人家都说我第六感准，是吧？啊，其实你确实挺准，是吗？因为。我也预测的是我，这嗨，当你看今天总决赛嘛，获奖感言我都带来了。不是你是要脸不要脸呀？你一天怎么了？不是哦，冠军都未准是谁呢？您自个儿获奖感言都拿出来了，那怕什么？反正最后一期了，说的不好看他把我淘汰了，说一半给我淘汰了，我还真不信了，还能比这还能更惨吗？嘿，那我们听听您这感言啊。今天啊非常激动啊，首先来说我得感谢这个四个兄弟。哦，都谁呀？红豆、红枣、枸杞、当归。对，当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古力多。哎，对，那得万分感谢，万分感谢啊。只要是广告说得好，冠军就是咱的。哎，对，你感谢的声大一点。那当然，古力多多鼓励，鼓励多了，鼓励多，好，气吞山河，声势壮，古法养生，精神棒，好，啊，谢谢古力多，就他了，对，等，哎，等，您等，您等，先等，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行，哎，你先过来，先过来，怎么了？不要剪了，不要剪了，你拿这儿来，拿这儿，拿这儿来，哎，好嘞，不是哥，不是感言完就完了，怎么还抱着那罐儿干什么呀？这叫。夺冠，对，哦，相声来说，人家毕竟语言艺术，咱得在这方面上啊，有点其余常人的地方。哦，别人涉及不了的，咱们也得学习。哎，对了，嗯，虽然说啊，我们是搞语言的，嗯，那个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可不，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嗯，那我来说吧，啊，发展的就比较全面了。啊，怎么个全面法呢？现在研究的是外语。哦，就您还研究外语？哎，对了，哦，对了，英语懂吗？英语啊啊，懂啊。那换一个，咱们聊一聊。哎，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咱们不是说英语吗？怎么不聊了？不，都懂啊。英语这小孩现在是都会，对，都在谁都能张口来两句，很普及了。Listen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德云社。Please sit down. No smoking and no speak.Look, look at me. Listen, listen, 相声。Thank you. 哎，还真不错，还真不错，哥。哎，您怎么说英语也一嘴的伊春味儿啊？这个中英结合，不是您这说的什么 ？Listen, listen, 相声。对呀、啊，这不对呀、啊。什么呀？咱英文相声叫 cross talk， 知道吗？全称 cross talk show， 对，就是 cross talk 的， cross neck， 对，不是你嘴里有当归是怎么？你嘴里头，有不清楚啊？有枸杞行不行？行，您学不会你就甭学了。英语差一点哦，英语差一点，嗯，咱有拿手的呀？有什么呀？韩语，哦，韩语您也会啊？会吗？哎呦，这不懂了。哎，这我就放心了。对，哎呦，哎，等会儿干嘛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蒙你啊？不是怎么一说我不懂您就放心了，这我就别说太深了。好，好，对不对？哎，说点眼不前的就行。咱们能欺负你吗，小表辈儿？对，咱这字眼儿咬得稍微精着点好不好啊？不能欺负你啊。哦，对不对？韩语来说呀，咱是比较擅长的。哦，最近我们录这动销社都知道吧？嗯，火了。哦，马上去韩国参加这个我们那个团综。这哪天做梦告诉你的这天？什么叫做梦告我的？就您这模样的！哎，我这 BB机都收着套消息了，那台都废了。您这你甭管啊，来消息了，去韩国那儿，知道吧？辣白菜动销社。对，
啊，你们都泡着录是吧？你们给钱就行了。哦，到那儿去录去。哦，真去呀？那当然了。哦，您自个儿？不是我自个儿啊，带人。咱啊，我算噱头。什么东西？艺人统筹啊，接演员。哦，他是艺统。哎，都归我管。是吗？带人，想去吗？带着你。不是，有想您别蒙我了，有这好事您不想是郎鹤炎？他不行，他长得跟泡菜罐子似的，不行。你知道到他到那会儿，他再给人泡了，到那就泡上了。再不行，觉得你那种形象好。我形象好吗？对了，我这形象 啊，可以吗？可以，咱俩形象差不多呀。对，我怎么听着不像夸我呀？这句，咱俩形象能差不多？咱俩形象差不多，怎么就不叫夸你？得了，能去，怎么着都成。讲的来说咱们还有一定优势的哦，而且咱综艺感啊，到那儿你得讲会韩语啊，哦，沟通啊，我们是一个生活类的团综。哦，那边也缺也惨的。对，嗯，什么叫惨的呀？您不的人设就是惨吗？去你的吧。哦，这是意外。嗯，在那块不一样了。您那边呢？对了，就在这边来团综啊。嗯嗯，韩国话。哦，会韩语吗？韩语不会。教你就会。一句都不会。一教你就会。哦，很简单吗？带你去。哦，给你来一段啊。行，我试试跟您学。你先听一听，咱们这有一个就是小故事。哦，这还有个桥段小内容。哦，说一说啊。哦，这么几句话我听听。不不，我什么惨不惨不痛苦惨惨不啊，是错了。 I don't know。好的，叫听着耳熟啊，这句就搁了一点啊，他可啤酒最小谁跟他说叫你干叫一个看你写了谈不得漂白戏被匆匆就是洗完了洗不不能睡觉听听了没有？好的。就这么一段小小的对话，这都说的什么故事？这都是哦，什么故事？没听懂是吧？没听明白啊！一句一句讲。好，这都比较简单。好，头一句啊，嗯，父子爷俩的对话。哦，这爷俩对话。对了，早晨啊，嗯，刚睡醒，爷俩聊天，爷俩见面。嗯嗯嗯。然后这儿子叫他爸爸，嗯，啊爸。对，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这爸，这不是叫哥哥呢吗？哦爸，你不说你不懂韩语吗？你个骗子！德云社还有实话吗？不是，那这你说那个，我们是啊啊，你说那是欧巴，我们是阿爸。那样我这个就是叫他爸爸的意思。我们这是韩国郊区话。哦，韩国人管这个爸爸叫阿爸。对对对，管哥哥叫欧巴。对对对，你听我的就完了。你韩国人不会分辈儿，这个我。你听我，你去不去？你听我的就完了。哦，爸，对对，叫他。哎，您说吧，我爸。爸，嗯，他爸听见了。嗯，哦，我没睡醒呢。突然间，看见这桌子上啊，嗯，发现目标了。什么东西？桌子上这个餐布上面有点东西。餐布上。哎，啊！我什么餐布上面灯火？是说的什么意思？我什么餐布上面灯火？您再慢一点。为什么餐布上面一滩火？为什么餐布上面一滩黄？都我说的这么朦胧，你都能听出来了？是不是说的这句话？为什么餐布上面一滩黄？你可以呀、啊！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混血儿？对，我不是，我不是，我是愣猜的。理解能力很强啊！我听听后面，为什么惨不丧命灯火？听着像中文啊，这句。问他儿子呀，儿子怎么回答的呀？他儿子懵了啊，惨不？惊讶了，惨不？吓着了。对、啊，他爸问的，嗯，阿西杜拉，什么东西？阿西杜拉，哦，这还有第三个人呢，阿西杜拉，是吧？我知道阿依土鳖，我知道我。你要不理解，你就别瞎翻译、啊。阿西杜拉是谁？阿西是一个人哦。问他阿西吐拉，这阿西吐了。哦，阿西喝高了是吧？对，阿西吐了。对，阿西吐了。哦，儿子怎么说的呀？他说 ，I don't know。
你先等一会儿，您等。刚才我听着就别扭啊，这是韩国人对话，怎么还有英文啊？儿子，小孩儿都学英语。刚才我说了，那边也普及了，国际化的语言学点没有问题啊。这句就是英文。对 ，I don't know， 懂不懂？这爸爸怎么说的呀？喝酒，什么东西？喝酒，再慢点。喝的啤酒。我听着也像喝啤酒。问他要喝的啤酒。哦，喝的啤酒啊。他儿子说了，说什么呀？就喝了一点。就喝了一点。就喝了一点，对吧？对，就喝了一点。中奖了这回。好，后边哎。阿斯泰克啤酒最小。再慢点。阿斯泰克啤酒最小。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对吧？对不对？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对吧？不是我渐入佳境了，已经自动会翻译了。后面，谁跟着阿西喝？什么慢点？谁跟着阿西喝？再慢一点。就谁跟着阿西喝？你笨死！是谁跟他喝的呀？我问问。嗯，就你哥。哦，就你哥。啊，跟我哥一块儿。没有他哥，就你一个。你得呀，你个理解能力。哦。问他就你一个呀？哦，怎么说的？回答。就你哥。啊、嗯。就一个。哦，就我一个。对，嗯，赶紧洗了。什么东西？你再说一点。赶紧洗了。这太脏了吧？这个。什么叫脏啊？不是这桌上撒啤酒了，赶紧洗了。疯了吧？疯了吧？太脏了，这太脏。人家为了赶紧洗喽，把这餐布赶紧洗喽。啊、哦，我也不糟践东西呢。赶紧洗了。哦，赶紧洗了。餐布的漂白洗。什么东西？那餐布拿漂白液洗，那餐布要拿漂白剂洗，对吗？餐布拿漂白液洗，餐布拿漂白液洗。哦，漂白液洗，比匆匆就是洗不了。什么东西？比匆匆就是洗不了。再说一遍，比匆匆就是洗完了。愁死我了，还怕儿子糊呢？你这玩意儿，你洗板不能洗掉。什么东西？洗不完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听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听清了没有？聊着聊就急，白夸你。聊着聊就急，这我可能自己啊，就是演绎这个，我觉得确实他很难理解，是因为这是父子爷俩对话。哎，对，那这么着，得有点代入感，咱俩一块来。哦，那肯定我咱俩演角色。哎，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能接受这段剧情了。那我演这个父亲吗？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我刚才那大段台词，你能接纳了吗？不就惨不惨的，就这个吗？不就后面那么长一大套，你能说下来吗？这那有点含糊了。哎，是的呀、嗯，听我的，你来那个小表贝儿，你这宝贝儿，韩国话吗？韩国那个小表贝儿吗？哎，宝贝儿。对了，你来那小宝贝儿，我就来韩国小宝贝儿。我委屈一下，我暂时来你的父亲。啊、对你呀、啊，你这还委屈呢？咱只是为了还原这个剧情哦，好不好？行，我咱俩那个早上啊相遇了哦，把这段表演出来。早上刚起床呗。对了，行，我演儿子。哎，来，好嘞，嗯。你哪儿那么多戏呀、啊？这困了吗？干嘛了这是啊？就遇见就得了。哦，得，好嘞，嗯。老爸，咋的？什么？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跳戏了啊！等我跳戏了、啊。对不起，我以为在家呢。对，还以为在家呢。您稍微入点戏，别以为在家呢。来，在家我也不这么叫你，我在家我也不这么叫你。你回来回，我以为我在家呢，习惯了啊。是好，咱入戏行不行？来，开始了。韩国的韩综好不好？来，阿爸，母，对，我什么残不三昧同伙，残不？你不是你变成傻子似的，残不？
不是他呀，要演一个害怕。我发现了，你得害怕，你得胆怯。哦，我得胆怯。对呀、啊哦，不是啊、哦，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了。哎，阿爸，莫蛋，我什么残不什么头货？残不？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弱智啊？这怎么都不是，不是惊讶吗？你惊，这是惊讶吗？怎不？我这事儿，你们家这是惊讶？怎不？我觉得事儿可能出这怎不上面，我把这事给免了，好不好？免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了啊！我尽量入戏啊，快点啊，快点，快点，就在这儿来吧。不，哦，那我怎么惨不三昧堂后？哦。不是你是什么受什么刺激了？不是怎么的，我没有这残部，我没有了啊！你跟爸说实话，你看，爸帮你帮帮你报仇去？怎么都不行？你还不如刚才那样呢？怎么着好啊？这你就懵了，是什么懵？懵还不会吗？行，爸爸发现了。没事，我这再来，爸。你这句话倒是状态很好，这句我倒是蛮爱听的。我就听到这个状态，好吧，好吧，有一个爱听的感觉啊。不，呀，我什么残不残不等货？你先就这样吧。你说话呀，你倒是，你这，啊，怎么了？I don't know. 喝的啤酒？啊？酒喝了一点。阿斯泰克啤酒最小，谁给拉下？叫你哥。就我一个。赶紧洗了，那残破的漂白鞋。被草场接了起我了，媳妇不能睡觉，听清了没有？全部不睡觉就睡觉。啊娘啊娘！砍着空门，砍着空门杆，砍着破铁杆，砍着空门杆的死命的。为什么残废不习惯？我就不要睡觉，思密达。那个，要不咱说中文吧？